我应该是在的地方，就是。
在这个月的二十四号那一天再来去参加的，不会游泳不会来参加而已，所以我认为还行。那大哥也能跟你工作学习，那边呢会有更多游泳的人邀请你们。当天要来玩，谢谢大家。因为这个呢，只要他有参加活动，你们就欢迎。对，老师，你的流程。